看准了这个龙形。所谓龙形，指的就是山形啊的形象。你看这个山形，像是老虎在回头望，老虎头在那里，老虎的背部在那里，再弯过来啊，这个小圆坡，这里就是老虎的尾部上面，尾的根部，这里这个形状。龙形针呢还要穴位针，怎么说明这里是针穴位呢？古书上都有记载啊，请随我走这边看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山坡上前面自然形成了一个云台，这个就叫做云层啊。穴位处的地表特征呢就是要有云层。有了云层，后靠要靠着金星啊，就这样按照形派的说法，这个穴位就成立了。后枕金星，前有元辰，那么穴位就停在这里。然后左右两边都有山脉环抱着中央，那么这样就是风水宝地了。后有靠，前有朝，左右有龙杀手环抱，这样就是风水宝地。其实这个观点啊，不一定正确。有些龙虎杀手环抱，后有靠，前有朝，有明堂的地啊，是真龙真穴。有些地并不是风水宝地，那么其中这一个就不是风水宝地啊。这个地是1992年下葬的，到今年呢就把它迁走了，20多年过去啊，主人家葬这里了以后，这些年一共有6个人摔伤车祸啊，导致骨折，虽然没有死亡，但是每一次都是受伤很严重。第二就是葬下去了一直贫困还破财，牛羊农村人嘛，牛羊都被盗贼偷走。再一个，去外面经商的这些兄弟们呢都破产而归。那么究竟这个地，刚才我提到是罗盘上面呢用的不好啊，不懂得罗盘啊，只注重这个形派学问来点地，失败的原因就在这里。大家来看罗盘，这个地之前做的就是徐山丞相，做302度向122度，坐的天星是灰木狼，这样一个坟地啊。大家再随我看看周边的山峰的角。首先我们来看那座高峰，右边的那座高峰，右边那座，那边是在潍坊的鬼金羊，鬼金羊
五行属金，金能克木，就是克到我的座山，这个就是煞山。我们再来看左边的还有一座金星，在牛金牛星，大家看这里罗盘上面对准着罗盘，再把山形照出来给大家看。可以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就对准着这里看了那个山峰。这个煞山就会在那里。那座就是鬼金阳，那座高山。那么这个地当年做的是徐山丞相，做的是木秀，而左右两边丑位两边就有两座金星，就形成了丑位虚三形。所以这个地做下去了又一直不平安。这个主要是因为这位老先生不懂运用天星二十八星宿来消杀，而导致的这些凶祸，这个是一个原因，不会用。第二来，这个地点也没有风水宝地，虽然有丑位两峰，我们常说的重要的贵人峰，很重要很富有的这两个角度的山峰都出现了，但是这里也没有宝地。因为大家可以看到，在我的右手边这座山峰，可以通过罗盘啊告诉大家，罗盘就在这里，从这里身方望过来就会看到这座山峰。能看到吗？嗯，那么这座在深峰的这座高山啊的星宿是春水源，大家要牢牢记住，只要金星和水星同时出现的时候，这个地点就会没有宝地。因为当你运用消杀的时候如果你做的是火星，你用丑位两座金五行属金的天星的山啊作为用杀的时候，那么水星就会变成煞山，你又消不了。那么当你做木星的时候运用这个水星作为财山的时候，金星又变成你的煞山。说明白一点，就是在这里没办法消杀，没办法消杀，这里就没有风水宝地。不，因为不管你怎么用，你都会有重大的失败，因为有煞山出现，都会有重大的灾难，重大的失败。那么这里就不是外藏八风，内密五行，天光煞临，地德上展。古人讲的含义非常深，又讲内密五行，不能说罗盘的内容不用，一定要用啊。在这个讲这个小节里面，我就给大家讲这个，主要是光注重形态的师父，盲目的崇拜所谓什么五星龙法，或者是就是什么九星龙法，不管你是用哪一个派别，你单单用形态把
100%错误。行，讲行派只是在初级班讲的，因为古人神农首先从了象形开始，文字也一样，看风水也一样，象形文字，像这个山的形状像什么龙，也是看风水开始就这么看的。然后再到五行派流行的时候，五行学家流行了，就有五行派神农龙法，五行派龙法。再后来啊，又到了七星派，所谓的阳宫九星，就是七星加上伏笔两星就九星，那叫九星龙法。还有一个派别就是廖金经的，也是啊九星龙法。单用那些还远远不足，也更不能用什么悬空山河，那种更加没用。我要告诉大家的这个章节主要的是，就是不能单用形态，也不能单讲方位，方位理气合一，这个是必须的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你看这个现场，我们这边这个特点就是，如果挖走了以后要种一棵树在这里，泥土拔开，这些个乱石，你看这些个盘盘罐罐都砸碎了。一个老风水师啊，为什么会出这样的错误呢？其原因就是不懂得用罗盘，所以这个风水师要学就要学得精通，学不精通害人害己。我现在主要给大家讲的很多龙法都是啊上层的点地法，就是根据啊星宿的位置来点地的。所以我真正去神帮别人神龙的时候，必须得用啊望远镜罗盘点穴，要点得很到位，必须要有穴梁每一个角度很清楚的，才能点到龙穴。要不然只能通过肉眼观察一些地形地貌，像这个地形地貌是很符合风水宝地穴龙穴的要求的，但是却失败。